呀，我们家机器人啊，谢谢家人们的飞机。算了，别家人们了。全军出击！谢谢我龙哥的飞机，谢谢龙兄弟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！感谢牛牛牛，来吧，上来先 A 小兵。A 小兵，没想到 A 一下，他一级学个 W 牛啊！还有15秒了啊！最后15秒，直播间有个2000的抽奖，晕住走了，跳上来平 A， 平 A 有盾不打。把他们谢谢牛牛牛16个飞机，谢谢吹猪腿和王大娘打小孩和隔壁老烟和 Lost 跳上来腿。直接开 E， 晕住，锤，锤，再先重锤接点烟，家人们啊，拿下家人们！出招吧！这就是拉扯吗？我说实话啊，我就感觉这些宗师以下的人对线啊，都是好弱哦。看招，没细节，细节太拉了，都太随意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差点小礼物，兄弟们，真的太随意了，技能放的。没细节，这波打不能不吃啊！他想干什么？我就他撅个屁股，我就知道他要拉什么屎。重锤开 E， 晕，跳上来锤，锤，扛打了。他以为是他的失误，但其实刚才这一波是我们的小勾引。真的细节不到位，这都。你如果想对线厉害，那你必须每一关的细节都很到位。虽然你的英雄容错率它有点高，每个英雄都有容错率的嘛，就是允许你失误一波。把他们也换上。再见。等待时间。算了，这波回去了。你要说像我天天玩游戏，你也这么厉害？那有的人打了10000多把还是白银，那不一样。没有，主要还是细节不够细。没纸了。
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你为什么没把饭吃完呢？一会儿再吃。首先，这青钢影这个英雄，怎么样打呢？第一点，他 W 直接跳他脸，然后开 E。刚才这个 E 其实我都有点慢了都，你知道吗？刚才这个 E 节奏，然后他没有盾了，他也没有 W 了，那你就可以直接往他脸上跳。跳完走，打一下，我们跳掉，这波直接往他前面靠，来动锤，来 E 开起来，直接跳走。这波他可能要开大，要来躲我的 E， 然后我们会被他一脚给踹死，这就不对了。哎，咱们就跑了。这波小失误让他砸了，说实话不应该啊，让他给砸了。这防御塔呀，可恶的防御塔！那锤石为什么就不能 A 一下呢？好勾，勾他的筋儿。让人头，刚才那种情况不能让人头了。出招吧！他这样打，他这辈子也打不过我们，知道吗？想踹我，那不好。你在还手？不太行啊，小伙子，细节不到位。现在该我了。这你想杀我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这个，哎，我就得吃这塔皮，怎么样？吃塔皮回家正好破败，哎，我顺便吃点饭。反正他出一下慢，他追不过来。严阵以待。我们现在打他已经不需要细节了，知道吧？没有细节，随便了。因为我已经有我的装备基础了，他已经没有办法用自己的操作来弥补硬件上的缺失了。
我现在不需要细节，我就直接连滚键盘，他都打不过我。掉下来送谁？林飞，回血呀、啊！我一度怀疑这个青钢影是不是没学大招。严阵以待。蓝天来之前先做刺激层打皮，他们也算上。哎，回家了。今天这么多带节奏的呢，急了呗呢，急了，破防了，又在哪里？你能打过吗？还不说能不能打得过，能打死吗？行吧，能打死。那沙米拉六杠二是吧？来来来来，我来了，给干！闪现了吧？他是不是闪了？他如果不能一队友的话，那他就是闪现了。我也不知道他闪没闪，应该是闪了。哎，他好像没闪，他滑铲呢？他滑铲，他滑哪的？严阵以待。你听到声了啊？那就是闪现。我没说你可以走了。把那蛤蟆打了，反正回点血。现在该我了。为什么锤石不去辅助波比了呀？意料之中。死刑宣告！你要抓谁呀？我给你来把青钢影吧，要不？嗯，要不？但青钢影不爱赢啊、哦，因为杀人太慢了，那英雄。把他们也算上。不知道这猫有没有大呀？看一眼，掉下来锤，送锤，没事锤。我不开 E，
不追算了，这大招换大招吧。那幽弥大招比我们大招慢多了，换我们也合适。算了，武器还是铁板骸吧，这个英雄比较适合铁板骸。我们五星过了啊，谢谢家人们的大姐。你还出明朗之血，好勾。好勾。好意。没有波波吗？我这吃饭呢，你还要波波呀？太对呀！哪有伤害呀？这鸡的虚区确实有点高。那冰鸡70点法强打我身上这么痛，哎呀我靠！冰姬这英雄虚区确实有点恐怖，太恐怖了。先来个提亚马特，你有魔抗吗？我有啊，这不魔抗吗？我这100，不是100呀，50点魔抗的吗？开完大招不开大招46呢，他就70点法强，关键是他一共就一个章节加个血没了。女神之泪那不算个装备，那破装备还没我一个小件值钱呢。严阵以待，这个闪现我没想到啊，小伙子！旁边打滚了。关键是给我控住了，不吃了。勾击漂亮，打他蛋，把他们也算上，开抢票也来不及了。下路继续踩，他们家的 AD 下一波没有两个技能，第一没闪，第二幽弥没有虚弱，他是必死的，他只要敢来他就是必死，记住他们家的
技能，记住他们家技能是怎么放的。如果我下波拆塔，他还敢来，他俩就必死。因为我有技能。这螳螂很烦人呢。螳螂有点讨厌厌的，你死不快点死，他妈的还磨磨唧唧的，这螳螂磨叽半天，跑跑个屁，本来我想杀他杀米拉的，漂亮，叫单带的，我这叫单带，那他们家五个人来，那你是能怎么着？正常哪能来五个人啊？人家搁下路带，你能来五个人？这是严阵以待。下边都有人打大龙，来五个人直接把龙打了，投降了。